所以他就是一定要比较近的地方才好再小孩，这样子。啊，这个的话，这三个月是我过去在很多大学教授的嘛。再开都没关系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学姐，我们刚刚竞标价标到621万，说我得标了吗？走了，撤了。对。去纠结他怎么准备手术。这个我们讲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案子，我的律师开他，我的案子都是我卖他，然后他一拿出来卖。小姐，你这种周慧玉开窗，你这种传统式的哦，后面的防火箱。那个还没有征收，还没有征收。